的脑子里想的都是你，吃饭的时候想，走路的时候想，喝酒的时候也在想，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想。忘情和你同潺潺的波澜，和我在一起吗？有波澜，心底柔软的神仙。我与温婉其实没有婚书，没有聘礼，并不是真正的夫妻，把她收入府中只是为了让她有个容身之所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你要让我害人？对不起魏姨娘，这事我做不了。你弟弟的命重要还是聂香鱼的命重要？坐回来，你现在有两条路，等着去给你弟弟收尸。二，拿着我的钱去救你弟弟。宁轩，你竟然不愿意相信我，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。桂白，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意吗？还是说你就是和其他人一样，对我以前的身份加以介怀？桂白对你的身份从来没有任何介怀。你既然不介怀，那你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？桂白对姑娘只有心上，再无其他感情。是不是就因为这个，所以跟别人同床？知道我这个秘密的人啊，要么就被我杀了，要么就守住我一辈子。